全啊。哇，这个剧马上了，张志扬。这一位 JJY 啊，对，张志扬曾经是山西大学的主力后卫。对，哦哟，比较惨痛啊，几百多分，也是。看一下这边啊，还有这位杨哥，直接撤出了三分球。看一下对手的中投，打的积分，积分感觉啊，状态不是特别好。对，单手一个拉球转身，这边是。看一下这边，看一下这边还是中分啊。这边。这边上来就是一个球，转身就中，很调整的动作，非常认真。法克下午刚回来就打过一场比赛，队长。哎，你这个是不是在？你仿佛在寒沙摄影。100公斤左右的选手，没啥球好，对，很厉害。既然还有一滴血，对方也是一滴血，只有一次罚球，看一下，直接冲进去。